好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传说对决了，好不好？那之前的话有问大家，就是哎，我为什么背景音乐没有啊？好像是因为我们这边啊，就是还没有下载完毕，就是所有这边的这个资源哦。那这一次基本上全部下载完毕了，所以就有这个酷炫的这个传说对决的音乐出来啊。其实我一直觉得传说对决的音乐真的都还蛮好听的，就是很有那种就是那个进到一个那种峡谷的那种感觉的这个配乐啦，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就是很有那种开战啊，或者是很那个打仗的那种气势的感觉，就是你既然听到这个音乐，你就很想要来多来个几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在做音乐方面也是很厉害哦。然后他们接下来玩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说了这个肉肉女孩的其中之一啊，然后我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做艾翠丝，好不好？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球棒的这个造型啊，不过好像是只有一个造型而已，就是那个骑士王女的那种造型，对，就是这个哦，我一直好像都是用这个造型的样子。然后目前来说的话，我好像真的是诺可西的造型最多哎，笑死，好不好？那今天就来玩一下我们这个艾翠丝战士刺客。那基本上它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啦，大剑一挥出去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帮忙定就是前方这个半弧形的这个敌人，那定到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让大家就是那个比较好的去集火或是干嘛的咯。那今天就来玩一下我们的艾翠丝另外一只肉肉女孩。好，那么这一场的话呢，就继续来走起哦。很久没有玩这个艾翠丝了，今天也是首发登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要打的应该是塔拉吧，两个都是肉肉女，那就来看一下哪一个肉肉女比较厉害哦。Go go go！反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凯撒路的话，泽平基本上就是逛街型啦，就是在上面一直是跟别人游走这样子。然后基本上现在之前玩叶娜的时候，好像有听说，就是我们好像还是必须就是要去中路做一个就是集火或是干嘛之类的，这什么意思？我们打得赢吗？好像还行吧。哎，完了，太早开斩杀了。我觉得他基本上应该也是斩杀，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比赛谁先开斩杀。对啊，好险，我们这边好像是把他集火掉，但是我们已经先开了一个斩杀了，比较小可惜。但这边就交给队友啦，我们凯撒路一直都是这样子打的，就是慢慢的交给队友，就是慢慢扁慢慢扁这样子。好，先消血。怎么样啊？哦，可以。哦，其实那个阿兹卡好像蛮好玩的，就是会把别人变成沙的那只。但是我说真的，我以前到现在，就是从传说队刚出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玩过那只啊。哇，这个直接抢掉了，厉害了！坏人，他还有一个斩杀，我要先走了。他还有一个斩杀，我担心会出事。我是女人，魔楼公主凯撒对战灵。OK， 有大招了，然后他也应该也要有大招了。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小心敌方在。他才四等啊，然后这游戏基本上你看嘛，他们好像都是会就是往中路一直去跑线。我错过这个时机了，我就先不走了。哈，卡萨也被击败，我靠！那我们是不能在那个嘞，不能在那边玩了，完了，塔拉也下去了。火焰蔷薇将在吴王荣光的照耀下绽放。下路超多人，完了，塔拉捡到头了！哇，捡到超多头！哇，这个直接躲我招式哦！大家都好会玩哦，妖修！就是在命运的逆流中迎难而上。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这个支援不到位啊！我们的资源输别人一大截。损失惨重，纳塔亚。赌上家族的荣耀，
我必战至最后一刻。感觉他是有大招的哦。哇，对面那个星魁好像很会哦。我是女人，是公爵，更是一名骑士。这样有点劈劈惨。OK， 我们来扛，我们来扛。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收到。火焰蔷薇将在吴王荣光的照耀下绽放。哇，这又是什么东西啊？哇，他很会闪我的招式哎。这个 JJ 厉害了，我的天！OK， 哈哈 ，OK，OK。哎，完了，我是不是很白痴啊？啊，进来一个斩杀卷，我就死了。而且我们还会掉塔 ，GG。这一波尴尬。刚刚那样应该就要先回家，或者是先后撤。我们的青燕哥哥，不要死哦，死就糟糕喽。从拔出剑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完了。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哇，他们的这个真的比较会一点点。完了，怎么变我一个人在扛了？可以。啊，应该要先吃那个血包的。这头一直在我身上，是不是说顶好啊？走走走！但是他们这一场基本上那个魔龙跟那个凯撒好像都是他们家吃的，这样好像偏尴尬。偏尴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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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追回来，慢慢追回来，别紧张别紧张。青燕好像还就不太好，不太行了。我们这一组的话，看起来是这样。这个哥哥现在好像有点尴尬。OK， 其实我们塔数是赢的耶，那可以哦，没问题，加油，我们能行，别紧张，继续走起，交给我们这个凡恩他们应该就可以了啊、哦，哇，凡恩好猛耶，哎呦，可以哦。感觉他们有点慌咯。哎，完了，按到大招，看，傻眼。一一击破。
道这个艾翠丝有没有那个日文造型？哇哇哇哇哇！别急别急，推塔游戏，推塔游戏，推塔游戏，推塔推塔，孩子们，哇靠，没有一个想推塔的，定。推塔推塔，孩子们，别着急，可以，没问题，拿下，定。可以啦，好不好？还是肉肉女好玩。哎、欸，刚刚一开始一度还以为要被打烂了，但是我们后面有打的，就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点了，好不好？艾翠丝还是好玩，就是喜欢这种就是不会被打死，然后又可以慢慢跟别人消耗的这种角色，真的不错。那你还推荐哪一些呢？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玩这个艾翠丝，先玩到这边了。我是奇佩，再见喽，大家拜拜喽。